人以及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们今天感谢台东乡亲再次给我四年的机会。台东之所以这么特殊，就是因为它无可取代。过去四年，台东展现了它无可取代的美。接下来，感谢乡亲再给庆龄另外一个四年。我这一个任期绝对不是只有4+4，我希望它是四年的时间乘上4倍的努力。这第二届的任期，希望它能4×4，加倍的努力，加倍的认真，让这朵深山百合花绽放台东蓝。感谢乡亲给庆龄机会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